个是茅草根呢、啊，茅草根可以像煮芦笋那样，煮芦笋汤那样煮来喝了，降火气啊，改善肝啊，照顾眼睛啊。哎，那个是蒲公英茶啊，改善肝，照顾眼睛，那个是蒲公英茶。洗干净，分那个花啦、啊、花根啊，还叶子的、啊、那晒，不叶子的部分用那个热开水烫一分钟，然后捞起来，弄干的哦，用电锅了，电锅来烘干。啊，这个是茅草根，也是降火气的啦。茅草根煮水喝，降火气的，凉性的。然后你看像煮芦笋汤那样的来喝，不能虚寒的体质不能喝了。你看这个叫茅草，茅草那个干了以后可以盖屋顶了。你看古早那房子的盖，做屋顶来盖，屋顶上盖那个茅草防水防晒。你看茅草。茅草根又叫白毛根，你看白色的，你看茅草根又叫白毛根。哦，你看那个尖这么尖，那个会长出那个芽，然后长成这个样子。你看那个叫茅草根，那个嫩芽可以做菜呢，啊，这个可以煮汤呢，根也煮汤。你看这个茎的部分呢，切一切也可以像煮那个芦笋那样煮汤来喝。哦，你看挖那个土，挖到那个蚯蚓，哎呦，啊，最不高兴的是弄到那个蚯蚓，那锄头一锄下去就把它斩断了。你看，从念一下咒语，从朝云旦之至暮，一切众生一回复就。锄头下落，脚下手下水中，圆敲下上七星，愿如即是生净土。嗡一叮咛的说哈，嗡一叮咛的说哈，嗡一叮咛的说哈。他怕那个走路踩死蚂蚁虫，也可以念了、啊。早上睡醒就赶快念，从朝云旦，从早上到那个暮，就是傍晚晚上，一切众生一回复，要赶快回避。保护好自己，若为脚下手下水中，如果被踩死的叫脚下，手下就是被手压死的打死的，水中溺死的或者是火中还是什么，锄头下哦，还是或者是圆锹挖下去整也是挖断了，上七星。哎，可怜的丧命的，受伤的，愿汝即时生净土。希望你能够即时马上立即生净土。嗡一叮咛梭哈，嗡一叮咛梭哈，咒语的花端次叫嗡，像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，这是帮助六道的。这个是嗡一叮咛梭哈，嗡一叮咛梭哈，嗡一叮咛梭哈。